他突然，我看其实有没有想这样，如果说不对，我不可能他跟你讲说其实你。那像他会不会太过分？对，你不能够。嗯，说他人会不会太过分？是不行了，他没办法再控制。要再挤吗？因为好像我觉得主角是他，好，所以他只要有不行啊，或者是要更好朋友，就要再更挤在一起。对，你们可以再挤一点，我再挤一点。好。哎，掉啊！对啊，或是有点头这样子，有点像要凑过来看的感觉。不一定要身体挤在一起，但是头要有点像这样凑过去。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好。可以吗？反正我再试一块。好 ，OK OK。来，还是要稍微往前一点，稍微让衣服是蓬的。好，对对对，收衣没问题。那要不要看说男生你们坐站在他们两个中间，背后这样？我妈。对对对。然后靠着就是有点。对对对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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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不会很怪？这样会不会很怪？那你先拿，那你先拿，那是佩奇先拿进来。这是什么三人团？但是我们刚刚是通过他们两个中间。哦，那不行，那还是要回来。对对。啊、对对对，回来回来回来。那你可能头就来，一个头就这样子啊。没有，他怎么称呼？子玉的头可能要往里面挤一点，就是。不用啊，不用，就太回来一点。只能再出来一点，然后可能要再挤一点，三个人要再挤一点。对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子。可以，那有点怪。太紧密了。大概是那样。现在刚刚那样吗？怎么样？一开始这样吗？对，一开始。好，那再照一开始那样。好。差不多这样。对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好吧。OK 吗？好，那好，那现场准备哦。好，来三、二、一，走。觉得今天要点什么呢？然后我们刚刚有点了。你刚点什么？我有点喜欢你。哇塞！每天都在玩，管住你哦。没有。还是我们现在周年庆，大杯咖啡厅那边的厨师很适合你们。可是我们三个人，对啊，三个人。啊，我知道，还是我们多一杯，请你喝。哇塞，啊、好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我要请他了，九颗龙有吗？答应他，好，超棒，超棒，他答应了吗？好，咔，好咔，话说忘记，没关系，再次，好，再一次哦，我们再直接再一次，不要打字，我们都会掉，抱歉。还行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里面结账。我有点喜欢你。好，来吧。好，现场准备哦。好，来三、二、一，走。请问今天要点什么呢？有啊，我们刚有点。刚点什么？我有点。又来，你在哪？这玩多久？还是我们现在周年庆，因为今天要煮。哦，可是换我们三个人，对啊。啊，换这样，你多一杯请你喝，不然怎么样？你不要请我，我不要请你，我要请。可以吗？可以啦，他真的可以。好，开一个，再开一个，再一个，再重来一次，再重来一次，对，再重来一次哦。好，来现场准备。好，来三、二、一，走。所以今天要点什么呢？有啊，我刚有点了。你刚点什么？我有点喜欢你。哇，你还来？你第二个嘞？对吗？还是我们现在周年庆？
合适我们三个人。对啊，这样多一杯啊，还是多那杯请你喝。不是啊，你不要请我，你不要请我，我想要请你，可以吗？你答应他吧，请你啦，真的可以啦。好看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换，可以，那换下一个，换下一个，这个吗？对，再来，对，然后店员要是他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那个若璇。